样的。如果闪过他的拳头，我可以延续攻击。别打他你啊，他这样说的。打趴你，打趴他。我可以被打趴，欢迎。怎么可能打得赢大哥了？你躲过一拳打不赢了，不好了。问我。试试看，一定就知。我不耐打。知道了就知道了。我不耐打。我不耐打。你不耐打。你觉得你也不耐打。我看起来就是一副强壮的样子，攻击铁心脏。我只有八十，少一点点。八十公斤。对啊。瘦哦。这样不灵活。我是你的一半哎。你有那么瘦？对，你有那么胖吗？八十的一半才四十，对啊，看起来没有四十，四十很啊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只有三十？哦，你有那么胖？我好不容易突破三十大关了，你知道吗？